大家好，我是 Leo， 今天去到筍江站万象食家吃一间新派的肉蟹煲。这个肉蟹煲是由江西菜演变过来，他们有自己的养蟹工厂，每日空运送到，食材是非常新鲜。另外他们的蒜蓉烧生蚝和香辣八爪鱼都好好味，想知道这间店在哪就跟我来吧。在出发之前记得点赞和订阅我频道，最重要就是将我影片分享出去。今次来到筍江站的万象食家，在 B2 层就会有出口直达万象食家。如果你由罗湖出发，可以去到人民南站搭9号线去到红岭北，再转7号线去到筍江站。这个商场是主力做餐饮的大型商场，里面有很多特色的餐厅。整个万象食家共有8层，每一层都各有特色。而这个商场是采用市集的风格，见到三个造型独特的悬浮宝盒，好具标志性。而我们今次去的老船长肉蟹煲餐厅就在6楼，餐厅以灰黑为主，整个设计有点像船舱。他们的招牌鱼都很顺口，吃蟹不用想，就吃老船长，又真是挺押韵。餐厅的设计很有型格，也都很干净整洁。我们在大众点评点了个二人餐，198元，里面的煲5选1，我们就选了招牌肉蟹煲香辣味，吃煲配搭2选1，我们就选了芝士香芋，包两碗5常米饭。另外饮品我们就选了8桃香水柠檬和鸭屎绿手打柠檬茶。另外我们再散点了火焰小八爪、船家烤大蚝、芝士蟹煲、泼油黄瓜等等。这里没有特别的热饮，抬头会有一樽菊花茶。点大众点评的套餐亦都包了湿纸巾、纸巾，手套餐具就可以在台旁边自己拿。落个单之后，我就出去望下环境。这里的肉蟹都是非常新鲜，即点即处理，亦都是只只生猛。他们的蟹品种是用孟加拉蟹，每日空运到店，只只都是新鲜活蟹。在店的当眼位置亦都放了这里的吉祥公仔蟹船长。在上面亦都有介绍，他们的肉蟹是来自孟加拉，即点即处理，蟹肉是必须新鲜。其实我看到很新鲜，刚才我们出去的时候就已经是即汤即做。首先上台是我们的饮品，我就点了布打鸭屎香柠檬茶。哇，好爽啊！这个等一阵间，肉蟹煲就上台了。里面除了有3只蟹之外，还有海虾、凤爪、豆腐、粟米、薯仔、年糕等等，满满一大盘。肉蟹煲可以揀辣度，店员就建议我哋可以揀佢哋嘅小辣。虽然系小辣，但我觉得佢嘅辣度都已经好足够，同埋辣得好惹味。另外再跟两碗嘅5常米。这个米都有名堂的，是一种出产在黑龙江省五常市稻花乡二号的米，以前呢是皇室的贡米。他呢都有手套呢准备给你可以用手吃，试了他的蟹先，因为呢我看到他的蟹是很新鲜。好全我行看不出这么细细的肉蟹，但是佢好得意嘅，入边仲有凤爪、薯仔、粟米。佢哋嘅肉蟹虽算唔上好大只，但系就好鲜甜，而且仲有啲海虾，肉质系结实弹噶。佢哋嘅饭咧都几得意，叫做5常米啊！呢个米咧系几出名啊，试下先，好香饭味。凤爪好软滑，挂咗佢哋嘅汁，真系好好送饭。佢哋嘅饭捞埋佢哋嘅肉蟹海鲜汁，真系一绝。吃到我哋赞不绝口，佢仲有呢个虾，我最中佢啲汁好香辣。我哋嗌咗最少嘅味啦，但系咧都有啲辣味咧，都几刺激，食落去都好嘢味，好好味个汁。食埋其他先，仲有粟米。个鸡咁样都好腍，好正。佢啲汁真系好好食，超级嘢味，好香啊！呢个薯仔，我问翻职员。他们是江西菜，他们的海鲜辣汁
除了配海鮮之外，配薯仔、粟米、豆腐、年糕等都好配合。年糕的口感好煙韌，一啖一角。呢、这個海鮮飯真係好好食嘅汁，我哋細個人過嚟咧就嗌咗一個蟹肉煲餐，再加多另外三個餸，一個就係魷魚、燒紅、蟹煲。如果你兩個人嚟食嘅話咧，個蟹肉煲個份量都幾多，咁我哋四個人咧就要再加菜，好開心啊！我覺得咁樣聚餐。船家烤大蠔半打69，好大隻之外，而且係一隻蠔放一隻碟，食起嚟會更方便。另外我哋點咗油潑青瓜12元。里面除了有青瓜之外，还有花生辣椒，吃起上来好野味，口感是好清爽，亦都可以解到油腻。我哋嚟啦，个蚝真的好大只，好肥美啊！嗯，好肥的蚝，哇，嗰啲蒜汁好香。69元六只，平均11.5一只。火焰小八爪39元一锅，这个辣度会比头先的蟹煲再辣一点，但是我都接受到里面的八爪鱼好靓，好 Q 弹。我这个八爪鱼试一下，哇，好爽弹，它有少少辣，它那只是香辣，好野味啊。在煲底入面还有些金菇会索晒啲汁，会更加辣，我就觉得辣得好过瘾，好野味。芝士蟹堡3个39，我哋4个人本来想补钱叫多一个蟹堡，但系全间店最后得翻呢3个。嗯，好香芝士味，入面有蟹肉、芝士，佢越油辣真系好好食喎。呢个芝士蟹堡一定要叫，亦都系呢度嘅热卖产品。二人套餐系包埋呢个芝士香芋，系属于甜品。香芋芝士，佢咧系拉晒汁，个荔芋好香，里面嘅芋泥好香甜，配上芝士嘅咸香味，对味蕾嘅冲击好大，系一个好好食嘅甜品。最后我哋4个人埋单，总数系345元，每人100元都唔使，系非常之抵食。虽然佢嘅肉蟹唔算大只，但系就好新鲜，好鲜甜。两个人食二人餐嘅话，绝对够。而佢哋嘅五常米亦都好有饭味，好甘香，好值得一试。如果散叫嘅话，佢哋嘅船家烤大蚝都好好食。如果食得辣嘅话，可以食埋佢哋嘅火焰小八爪，个八爪鱼口感就好爽弹噶。食完饭之后，可以喺呢个商场度行下，附近有个猫场，中意猫嘅朋友可以入去喂下猫。另外在筍江呢一带亦都有出名的文具仓、服装城等等，绝对可以消磨大半日的时间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来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和订阅我频道，最重要就是留言和分享给朋友，按下我钟仔，当有新片出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约定你，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